Hello, Wedding， 你好。嗨，你好。哦，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哦。啊，对对。哇，我们今天来这里，觉得这里很特别哦，是很好的，很好的地方。想问你，这个你们开这家 Glasshouse Tearoom， 对，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的概念其实是想要把外国能够在花园、玻璃屋和下午茶的概念引进我国，因为这里很少见。啊，对啊，其实，在新山只有这家，都没有别的哦。啊，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要提供这里的人能够不需要坐飞机到外国去，也可以享受这种生活。哦，很好很好，这样来这里应该喝什么茶呢？大致上介绍一下我们的茶类。好啊，好啊。有五大茶类 ：black tea、green tea、herbal tea、fruit tea 跟 reverse tea，这五大茶类，所以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有咖啡因的也没有咖啡因的都有，还有另外一款比较特别的是 Premium Selection， 那是其实呢一直会换的，所以喜欢喝好茶的人可以常常来我们这里，茶会一直换。对呀、啊、对、啊，你这茶这很特别，觉得很清新啊，就喝了口味又很多的香味。你的蛋糕也是很特别哦。蛋糕方面，我们其实经过精挑细选，选过了很多组的工艺。我们把我们认为真的是本地可以找到的顶级的才带进我们的餐馆。哦，对呀、啊、对呀、啊、精挑细选的，还有你们的希望大家喜欢。雪糕也很好吃哦。雪糕我们除了用品牌好的，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在想怎么样去搭配可以带出那款雪糕本身最好的味道啊。像除了喝茶跟吃东西的话，还有别的活动是吗？看到有一架钢琴在这里啊。啊，对，我们这里想要融入一点文化气息，所以一开始我们基本上它只是摆设品，可是到后来的阶段我们会想要进行一些跟艺术学院还是音乐学院交流的活动，会定期有一些学生或者是老师级或者是专业级的表演在这里进行，所以喜欢音乐的人也可以来这里。对啊对啊，我看到这里很，这是一些情侣也来，可以来这边目前为止，我们这里很多情侣来发过啊，对，不错的气氛，也是求婚的好地方啊。我们才 soft launch 短短一个月，今天刚好是 soft launch 的第一个月嘛，啊，已经有一组人在这里求过婚了。哇，这里真是很浪漫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好，像我希望更多人会来这里享受一下这里的优美生活、优雅生活。我们也希望可以一直做得更好，让大家都真的很 enjoy 来我们这里喝下午茶。好啊，好啊，好，谢谢你，谢谢你，不客气，谢谢，好。